我在台北，很想你。你想谁？男朋友。男朋友在哪里？在台中。住哪？我住台中啊。怎么不搬到台北呢？哎，台北房子太贵了，我买不起啊。那怎么办呢？问市长喽。市长，房子太贵怎么办？我们有五大政策，让年轻人可以在台北安居乐业。第一个，我们要实施空屋税，让十万户的空屋可以释出来，租金就可以便宜了。第二个，我们要实施租金管制法，让不合理的调涨能够受到控制。那么这样子，企业跟年轻人就可以在台北安居乐业。第三个，我们要清查所有的公有土地，特别是国防部非军用的土地，不可以来炒作土地，那么应该全部来做社会住宅。第四个，我们要实施非盈利的公办都更，市政府投资都更所分配的房子要全部来做社会住宅，只租不售，那么这样子年轻人就有更多的房子来居住。第五个，那么我们要实施囤房税，那么减少炒地皮的诱因。以上五点。